老爷夫人们也有网师园了。来到苏州，少不了逛逛著名的苏州园林，眼前的美景空有形态，总觉得缺少了那么一点味道。今晚且跟着小的我，带着老爷夫人们玩点不一样的，让咱们夜游网师园去。瞧瞧，咱们这回可是诚意十足，还请出财神爷跳家官，让客官们摸摸金元宝，沾点财运儿带回家。瞧瞧我们的二小姐弹起那古筝，多有韵味啊！哎，咱家的大小姐呢？哎呦，原来是在后花园跟丫鬟一起赏花呢。瞧这昆曲唱得多动人呢、啊！不过这古灵精怪的丫鬟春香，你的表情也太抢戏了吧！